手挥了又挥，苏志芬、刘建国、山海团结与党公职人员并街而战，在云林高铁站附近的路口催票，锁定返乡投票的云林人。非常多的年轻人，还有一些旅外的同乡。那因为云林县的话，常住人口常住人口的话，大概有七成，三成的话都是在外县市了。数月拼选，喊到嗓子都哑了，被问到有没有吃药护嗓，苏志芬在拼选的紧绷氛围中不忘幽默一下。 一下有啊！一旁的刘建国笑到弯腰。你冇烧声吗？你冇弄烧声啊？可以见了，我们希望啊，云林出来的这些乡亲，还有一些游子，可以尽快回来。那我们选择一个最会照顾我们长辈的政党。被民进党视为极具战力的沙场老将，寻求三连霸的苏志芬，即便具有现任优势，此次压力却不小，因为他对上的丁学忠拥有张立善及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助力。马祖都会支持。 选前北港市区扫街，丁学忠深入苏志芬大本营，支持者挤满街道，强攻意味浓厚。选前倒数，蓝绿激战到最后一刻。三立新闻六的云林报道。